简单介绍一下我对于李欧的认知，他就是一个被 AV 耽误的搞笑艺人。他其实很幽默，去把所有的他的影片跟文字看完之后，发现他没有任何的偶包，一丁点都没有，可以认同吧？这就是我自己。那我们请李欧介绍一下自己好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对，那这个活动我也是第一次参加，因为李欧一直以来其实没有参加过展场活动，所以相对的应该蛮多人可能不太知道我是什么，但是可能在家里晚上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什么。对，没事的时候。对，那呢，这次的活动我有特别去做了我自己设计的周边，明天活动跟后面活动算是首次的展览，那大家也可以来看看。对，看我设计的东西。对，那个他身上也穿着。对对对。我的那个 IG 的部分是 NIO77520。 对，那你们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可以观看一下我平常的生活。就这样， Thank you。 好，我先谢谢一下你哦。那我想问一下你哦，你现在有养多少宠物？现在算是六只。不对，我总共是六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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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只猫咪，两只狗。七只猫，两只狗。蟑螂那些都不算的话，还有其他宠物？蟑螂也要算吗？我先没有，先不要。就除了这些，就是都全部包含在里面。对，所有的我目前有养宠物。哦，那我想问你，你会不会清猫砂清到很多？会啊，会啊，每天。就是，然后因为我是那种我自己手残，所以每天铲的时候都会拿碗柜。超多，它的黄金非常非常多。哦，照顾它其实花了很多心力，对不对？算是的，但就是我的孩子啊，会把它照顾好。对，所以其实你都是在很认真、很辛苦的养它们。也算是吧。对，主要就是因为就是会有那么多只猫，也主要也是有一种收集癖。这个叫做囤猫症。对啊对啊，就是以前就是捡到那个虎斑之后，就想说来点橘猫吧。刚好又捡到橘猫之后，又想要来点乌鱼。对，然后就想说，什么时候有机会去看到呢？这样子。但现阶段的话，应该是没办法再增加了。对，因为我发现我家的猫开始有一点厌世。为什么？就是可能觉得那个失宠吧。因为一开始动物就会可信任你，之后不是都会撒娇吗？对。对，那相对越来越多只是跟你撒娇这样子，那本来就觉得，本来好像比较受宠的那一只猫呢，就会开始越来越严实，然后严格越这样子。那你在摸？那你在摸别的猫，它就看着你？对，它就会这样子。但是就为了它们，它不得不接触，我就一摸就摸每一只猫。对，就摸一轮大概一个小时。没有夸张啦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谢谢你哦。那明天的球鞋市集在3号仓库，那大家可以去李欧的摊位去支持他的所有作品以及写真。好，我们先谢谢你哦。那等一下在结束之后呢，李欧可以跟各位粉丝加 IG， 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发个签名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各位。